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欧洲盘的讲解。今天是我来，还是我来代替郭老师啊？因为他今天在参加一个展会，所以说他没有时间过来，然后我来替他代替他讲今天的一个欧洲盘的讲解。开始之前跟大家测试一下声音和视频能否正常听到。线上已经到的同学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啊，刚才不是没有动，刚才是我没有讲话，所以说这个视频没有动。OK。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看到有群里在。先看一看美元指数。OK，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的一个表现的状况。我看一下，目前来看美元指数，我觉得前天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判断就是看它昨天的一个收盘能否收下去。但是昨天它，今天的开盘啊，昨天的开盘在前天的收盘之上，还是走了一个向上挺升的行情。那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啊，今天美元指数的看点就是看它今天能否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继续的挺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在今天晚上凌晨时，明天来去观测的话，如果美元指数今天收盘没有办法去收在昨天的一个低位之下的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今天的美指，我们看它如果收盘没能收在这个没能收在昨天的 K 线之下啊，也就是这样子一个 K 线，一个吞没形态。它如果没能形成吞没形态，并且收线收下去的话，那么它可能会继续走一个挺升并且延展的行情。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94.50。我们前天的一个判断就是在94，最后又挺上去了，现在又在这个地方似乎形成了一些停滞，所以说，如果是今天收线收下去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系列小幅度比较小的一些向下的调整，所以说它如果一旦有一些向下的调整，那么你看黄金可能会继续走高，美元对日币可能会继续走低，美瑞呢也估计的继续走低，那同样的欧元、英镑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继续的反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欧元现在已经是反弹到了1.16。OK，现在来先看一看欧元了。昨天最低价格是打破前低。我们看一下这个欧元近期的一个节奏啊，你看从1.1.18下位下来破前低反弹回来，再次下来，二次、三次测试、四次测试，再下去破前低，再下去破前低，再下去。拉回到前低，所以说我们看到欧元现在是处在一个这个震荡下行并且反弹的一个节奏。那么我们在下午对于欧元的一个讲解的时候，也告诉大家欧元的一个交易的思路。第一就是1.15，如果被二次测试不破前低之前，尽量不要尝试去做多。但是我们在1小时图看见已经测试了3次了。如果这一波在此遇阻，再次下来，在4小时图当中有一个二次测试探底，并且不破的话，那这个地方是有概率会形成欧元未来的一个反转点。我刚跟大家讲过，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市面上的一些对于欧元对美元利空的消息，就是欧洲区现在陷入到一个经济的一个衰退期，并且它的一个这个政治方面出现了极大的一个冲突。意大利问题啊，民粹主义情绪又有所抬头，所以说对于欧元区来讲啊，目前影响欧元走弱的最大的利空因素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政治原因。所以说，当大家现在都去注意到欧元的一个整体的空头的氛围的时候，在它基本面上不太利于欧元的时候，当大众形成普遍共识的时候，欧元在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会形成反弹。这是我们下午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家不要在1.15之下。不要过于的看空欧美。
我个人认为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周线已经也是运行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颈线的位置。这个网络咋就这么不给力呢？好，来，那现在欧元周线上已经是来到了一个颈线位置。我们看到前期在这个地方有过，这个是2015年8月份、2016年5月份、2017年10月份，OK，2018年5月份啊。这个地方是欧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的一个拐点。那么我个人认为在 1.15 不被下破的一个前提下，它是没有办法继续形成一个行情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波从 1.25 一路下跌到 1.56， 一波千点的行情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停滞。所以说大家近期在你看从这个地方一路下跌到1.25 下跌到 1.15， 整整一千点的行情啊，整整一千点的行情。那时间的话是3个月的时间，你看2月5号一直到将近6月份啊，2月5号将近4个月的时间一路下跌。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 1.15 没法突破下去的话，大家不要过多的看空欧元。就目前来看，我们要做好一个反手去买入的准备啊，当然一个前提是 1.15 这个地方不被下破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下午在讲去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如果我们能找到欧元对美元它的一个二次试探，并且没办法破前低的话，你看四小时图上第一次探底，再往下试探，并且这个地方支撑住的话，哎，我们就要考虑去底部开始逐渐的把欧元的这个多头给建仓起来，逐渐把欧元的多头给建立起来，不要再过于的看空它了。另外的话，就从数据层面来解读的话，市场上现在已经普遍看空美元、看空欧元的这些投资人、机构、消息、舆论等等等等，开始不断的导向利空欧元的因素。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警惕啊，不要往人多的地方挤，不要往人多的地方挤。好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强势下破，那我们有高空欧元的同学，那就在下破的时候去进行二次的加码，因为当周线级别的一个关卡被进行下破的话，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趋势行情的发动的第二波，所以说做好两手准备。那另外呢，15这个附近，我们下午跟同学强调过啊，我们有顶部做空的同学在 1.15 附近先去做减仓，好吧？没有关系，如果它如果反弹上来减仓就是对的，如果下破下去，我们等 1.15 下破之后再去把这个仓位把它加回来。时间也不会太晚 ，OK， 所以说 1.15 1.16 这个区间，我个人觉得是在作为一个观望的一个结构处，它并不是一个交易的好点，它并不是一个交易的好点 ，OK， 好，接下来再看到那个欧元对美元一小时图是再次来到了昨天破位的前低啊，形成了一个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可能会面临一个从结构上来讲，这个地方可能会面临一个向下的调整啊，就看今天来看看它有没有可能会去二次试探 1.15， 不破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欧元的这个多单欧元的多头逐渐的去建立起来，好吧，暂时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做空啊，暂时不要去做空欧元。还不能做多欧元，还不能做多。OK， 那我们来看一看交易内参当中对于欧元的描述。由于意大利政治危机大爆发，欧洲市场惨遭疯狂的抛售，欧元遭到一个暴击，遭到一个重击。就在此时，特朗普再度变脸，声称将对中国贸易采取行动。那个受此影响，隔夜美股也出现暴跌。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下午分析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人民币是走到了6.4啊。我当时是在4月20号左右的时候，让大家去在6.2这个地方去买一些人民币啊，现在再度走高。当然，川普的因素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中国基本面的一个来自于对于中国基本面的判断，对于人民币长期未来走势的一个宏观的预期，使得我们今年对于人民币的一个大致方向的走势
调整到6.7到6.8左右啊。所以说，持有人民币空头的同学呢，继续持有啊，继续持有。6.4这个地方不会是它的一个停滞的关卡，继续再持有它。那近期的一个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再次陷入僵局啊，川普的变脸。再次陷入僵局，那也使得这些股市，你看纳斯达克指数、美股，包括中国的这个上证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向下的调整啊。所以说，我们近期再去操作股票指数的一个方向和周期上要尤其注意啊，不要尽量的不要去逆势而为。受此影响，隔夜美股也出现暴跌，眼下市场情绪急剧升温，日币、瑞郎、美债等避险资产表现抢眼，当然还有黄金。黄金因为你看美元走这么强，黄金近期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向下调整的一个回落和幅度，说明现在黄金目前来看还是一个相对有一个品种啊。我们待会去讲黄金，但由于这个因欧洲危机而走强，黄金表现相对暗淡，这个不是暗淡啊。并未实现重大的爆发，应该只能说是表现稍微的一些平淡，不能说暗淡。技术面上，周 K 连续收阴，目前触及1.15的颈线位置，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位置，即将面临关卡，再次抉择。我们认为短期可能围绕1.15发生些许反弹，持有高空投资人在此附近减仓啊，减仓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继续观测1.15价格的变化与欧洲政局的一个变动。这个是欧元，OK，接下来再看到英镑。在短暂休整之后，周二英镑继续下行，盘中跟欧元大跌，而将近120点的跌幅，就是昨天这一波下破。大家注意啊，昨天英镑的这一波下破很关键。今天我们也是在亚洲盘的时候给予大家的一个关注的交易机会，是在这个地方啊，结合一个蝴蝶形态挂空，那目前依旧还是保持着一个在反弹，所以说有挂单的同学继续在我们下午讲到的一个位置去挂单啊。刷新半年多低点之后，快速回暖，削减此前部分跌幅，最终在1.2352是最低点。有关脱欧谈判的消息仍对英镑至关重要。欧盟希望英国在谈判方面提高透明度，而英国坚持退出关税联盟。另外，爱尔兰边境问题也没有解决。随着脱欧事件几十个月，这个谈判进入，这个也令人担忧，进展上困难可能对英镑形成打压。我们下午在谈及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一段上涨的趋势当中，注意啊，在一段上涨的趋势当中，任何消息层面的这个利空，注意用词啊，在上涨的趋势当中，任何消息层面的利空，都将是这段上涨趋势的短暂的回调，它会迅速的重新恢复到它的一个上升的轨道当中来。同样的，在一段下跌趋势当中，任何消息的利多都会使得行情出现短暂的反弹，并迅速的回到下跌的通道当中。这个是道氏理论当中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近期英镑的一些、欧元的一些下跌啊，英镑的下跌，就算有利好消息，欧洲区出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公布的经济数据有利好啊，等等，包括英镑可能会有一个利好消息公布的话，它都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反弹，并且迅速的回归到下跌的通道当中。啊，所以说英镑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一个观点呢，我们对于看一下交易内参当中对于英镑的观点，依旧保持做空思路不变啊，应该是准确的来讲，应该是高空思路不变，日内关注反弹下降压力线1.33附近的高空机会，与10日与50日均线仍旧压制英镑的反弹力度，下方与1.32的支撑关卡。好，我们来看一看英镑具体的一个表现怎么样。在4小时图当中，低点昨天低点又被刷新低，大型阴线往下吞。整体来讲是一个重心继续往下挫的一个格局，那现在的一个新的记录的低点也是在1.32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记录。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英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只要它目前来看这样一种高点变高低，高点变低，低点逐渐下移，重心下挫的格局不被改变的话，那英镑都不是抄底的时机。我个人觉得如果未来英镑会出现反转，我比较倾向于去破位买入，而不是去在底部去试探它那个底部，然后再逐渐的建仓。我个人觉得英镑应该是这样来操作。OK， 来看到1小时啊，一小时我们看到下午给予下午我们在下午我们在给予英镑的一个挂单的点位是在1.33130这个位置啊，止损于。止损于
13个点，32个点，止损于1.334240附近。第一目标的话是在这个1.33750，1.33这个780，1.33780，第二目标前方低点啊。这个挂单在这个蝴蝶形态，这个红色的蝴蝶形态，大家注意啊，这个红色的蝴蝶形态还没有破坏之前，我觉得依旧可以保留。但是，一旦英镑在这一波回调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英镑在30分钟当中其实形成了一个更小的蝴蝶形态，把它嵌套在里面在啊。你看这个地方一个 X A B C。地点行情在这个地方形成向下的反转啊，一个小的一个30分钟小周期当中所形成的一个蓝色的嵌套在内部的一个小的蝴蝶形态，使得英镑在1.3290这个地方就形成反转。如果这一波反转继续向下延续的话，并且破掉前面的 X 到 A 点这一段区间的话，并且下破的话，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如果下破的话，那么我们的挂单就取消掉。所以说，英镑我们近期有一些女士不爽的样子，为什么？因为昨天在这个地方，昨天在1.33360这个地方挂单也没挂进去啊。今天如果这地方下破下去的话，如果再次下破下去的话，高位的挂单可能又挂不进去啊。所以说，英镑近两天的一个操作有一些女士不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总会有交易机会的啊，总会有交易机会。刚才30分钟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学过蝴蝶形态的话，可能会找到这个蝴蝶形态的一个交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啊，1.32900附近。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外面的红色的高空的英镑的挂单，我觉得还是可以持有，因为它还没有下破。没有下破的话，这个大的蝴蝶形态就有形成的话，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今天下午告诉大家的一个交易计划来去执行它。好吧，这个是对英镑的一个看法啊，日内还是倾向于逢高做空它。逢高做空的，有同学跟我说，他说在1.3280空的啊，在这个地方空的，空那在这个地方空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你的一个交易的你的出场点位啊，你的出场点位应该是放在。你出场点的话，第二个目标应该是放在这个 X 点的这个位置啊，大概是放在1.3230附近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你的这个第二目标。OK， 现在还在往下走啊，还在往下走，那这笔短线交易，我个人觉得就可以离场，我个人觉得就可以离场。有蝴蝶形态的话，那么在1.3240附近啊，1.3240附近就可以形成离场。好吧，这是英镑。当然，如果它下破的话，那这个挂单就把它取消掉。我们下午在1小时当中找到了一个蝴蝶形态的挂单，就把它取消掉。OK， 接下来再看一看澳币哦，你看澳币现在已经开始打破这个上升通道，在强势上行啊，已经开始打破上升通道，在强势上行了。所以说，日内的观点啊。我个人认为，日内的观点就是澳币在这个地方暂时先不要去做空它了，暂时不要去做空它了，因为在1小时图当中，这个下刚刚才形成的一个下降通道，现在被打破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走一个回收，然后继续上行的一个格局。所以说，我们暂时先不要去空澳币。来看一下交易内参当中对于澳币的一个描述。在周初相继上涨当中。但最终还是认输了啊！盘尾价格接近 0.75， 因股市暴跌和油价下跌而受到影响。通常澳币价格的黄金，澳币价格在的黄金价格，影响澳币的黄金价格在欧盘早盘大幅上涨，但是美国交易时间段继续存在风险厌恶的情绪，金价未能继续上行。澳大利亚周三将公布4月份的建筑许可，该通报不是一个大的市场的推动因素，也就是这个。消息面的驱动通常不会带来市场的一个反应，太大的反应。但住房相关数据受到澳联储的密切关注，目前环境该货币可能在亚洲交易时间段继续下跌，也就是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澳币在形成这个下跌通道的时候，那么它的整体的一个节奏就是曾经的上涨通道在这个地方形成破位，目前在1小时图当中形成了一个下跌通道，但是
看到这个夏天通道好像似乎在这个地方形成破位了，所以说暂时来看的话，澳币就不再去逢高做空，美元再度强化，短期多头已转空，因此我们觉得交易节奏应该随行情而改变啊。今天现在来看的话，这句话再重复一遍，要根据现在的一个交易节奏啊，根据现在的行情又去改变一下交易节奏，日内顺势偏空，关注1.00下方压力线与反弹高空的交易机会，若汇价再次反弹到0.75，不排除。重新站稳，不排除再度走高上探的可能，短线谨慎。好，我们来看一看澳币的一个澳币的一个在日线图上的一个反应啊。澳币在日线图上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走势的状况呢，我个人是。偏向于空头啊，偏向于空头。虽然说不排除这个地方去构筑一个底部，但是我觉得那几个关键的价格不被破位的时候，我觉得澳币的这次反转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变数。就关键价格不破位，关键价格不破位，那么澳币整体的一个向上的反转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变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现在来看，澳币还是处在这样子一个下降压力线的压制之下。就是我们如果是把它放在日线图里面来进行观测的话，那总体来看它还是一个震荡往下行的走势。所以说0.76啊，或者在0.77这个关卡附近，如果没有办法形成破位的话，那我们依旧认为澳币的这一波下跌格局还没有结束掉，所以说它仍旧是在底部震荡并且寻找方向的一个周期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澳币。不要过于乐观的来看多它啊，不要过于乐观看多它。有人讲说澳币能不能去到重新回到0.80，重新回到0.80的上方啊？我觉得第一要取决于美元走势的状况，如果美元出现大幅回调，那么澳币有可能回到0.80。第二还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问题的进度，第三取决于澳洲自身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方向的一个决议，三个因素。综合才能决定澳币是否会去到0.80，不能单方面的来看它。现在在0.7500，你就说要去到0.80啊，我觉得未免太过于乐观，好吧，太过于乐观了。我们找不到论证的理由，找不到论据啊，所以暂时来看的话，澳币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化的行情当中。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小周期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哎，我发现现在澳币好像又似乎在小时图上形成了一个通道的坡位，继续上行。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一个结构位的啊，就是澳币在这个0.7550附近，它实际上是有个结构位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先暂时做一些观测，暂时做一些观测，不要多它，也不要空它。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不太是一个好的入场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交易澳币还是有些难度的。你看，它从0.74上涨到0.76，接近200点的涨幅，在此形成破位。我说的此是这个地方形成破位。那现在好不容易形成一个小时的下降通道，在这个地方又开始往上走，似乎又在形成破位。所以说，澳币近期的一个交易的方向。其实很模糊，你看不出来它是要走一个单边，或者是要走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上跌、上涨还是下跌。所以说，我觉得澳币在近期的交易的难度上相对还比较大，把它作为一个观测的目标，而不是去交易它。起码在0.75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入场位置。OK，好吧，这是澳币，接下来看一看这个黄金。黄金我们在下午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黄金去做破位的交易啊，做破位的交易。大家注意啊，黄金在4小时上整体还是在走低，这种震荡下行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啊，就是上方的压力线依旧往下去。我们如果是连接上方高点，依旧往下来看的话，就黄金还是在一个上涨反弹并且受到压制的格局当中。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根趋势线破位上去的话，黄金
会上破继续反弹，并且由这一波反弹在破位的那一刹那形成一个黄金彻底的反转。再说的比较详细一些，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黄金是处在一个箱体结构，在4小时的1295到1307这个箱体结构里面形成一个震荡。那么为什么让大家去做破位交易呢？做破位交易有2点原因。第一，就是如果上破的话，它这个地方不但是一个箱体结构的上破，而且是4小时，从2018年4月份到2018年5月30号的一个下降压力线的破位。那这个破位的话，说明黄金从底部拉升上来，在关键位置破位，极有可能由一个反弹变成为反转，就是多头的交易机会就来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使用 buy breakout。OK，好的啊，小助手发信息了啊，好，就是 buy breakout。那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又不能做呢？这个位置又不能做空呢？如果是往上破位上去啊，我今天下午讲的一个思路就是，等它破位1307上去之后，看到高点变高，拉回来，突破当即拉回涌入场，不是突破当即涌入场，是突破当局再拉回涌入场，但是拉回的位置也不能太低，不能拉到这儿来啊，拉到这儿来的可能概率就没那么大。所以说，在破位1307拉回到1306.05附近的时候，就当即涌入场啊，这是第一，做破位的多单交易；第二，做破位的空单交易。为什么又有破位的空单交易？这个地方在它还没有破位之前，它是压力线，对不对？它是压力线，说明黄金的卖盘在这个地方大量的依旧有寄觎。黄金的这个卖盘啊，或者是看空黄金的机构，它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订单寄觎。如果在此形成下破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做破位的空单。当这个4小时的一个箱体结构底部形成下破的话，并且这个地方是它曾经4小时的知足互换的位置，所以说这个结构对于黄金目前来去，分别它的多空的一个价格形态反应，它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在1396附近。如果一旦形成下破，那空单或者是空头的力量会进一步延续，在这地方继续形成下破。下一个目标就看在108。我们先来看一看交易内参对于黄金的描述啊，因避险情绪拉升，但并没有延续走高，说明美元比较强，对吧？避险情绪强力拉升，但又没有走高，说明什么？因为美元强，美元一边强一边又避险啊，双方形成一个制衡，一多一空形成一种制衡，使得黄金现在压在1294这个附近。之后的反复洗盘已经基本消化了消息的动能，而在能量转换方面，4小时和小时线长时间盘整可能会继续加大反弹的需求，也就是在这个枢轴线附近啊，这个是 weekly pivot 啊，枢轴线附近可能会形成一个继续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反弹。目前非农将至，预期近难走出方向，所以行情以震荡过程为主。就是我刚才跟大家画这个方框矩形的震荡区间，大概就是在1307到1295到1306强度变化。若今晚间将公布小非农数据，晚间重点关注技术层面黄金。偏向于震荡，连续在0.12195附近与这个1360形成上下波动高点。如果能围绕在1306下方调整不破，选择高空，那这个思路就跟我的思，跟我现在的思路啊有一些区别。我现在的思路就是破位回踩买入，或者在下方破位回踩做空，而不是在这个中间去交易。当然，如果围绕1306再次去上破，再次去来到1306，并且形成一些好的结构的话，形成一些好的形态，做空的形态的话，那也可以去尝试高空，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1295支撑力量强化，则为低多。这个思路就是在这个矩形方框之内去交易，跟我现在讲这个思路有一些区别。我现在讲的这个思路是在矩形之外去做破位的交易，那交易内参当中讲的这个思路就是，其实上它指的是在一小时。从1小时在日内做交易，日内做交易什么？就是在这个矩形
破位的时候去做高抛低吸啊，这是短线交易的思路。如果是十五分钟当中，你看十五分钟当中我们来去观测的话呢，就是在一个顶部是1307，底部是1295啊，在这个地方连续去做这种高位的做空，对吧？点刺到高位做空，做空，做空，点刺到低位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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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一个日内交易的思路，日内15分钟、30分钟短线交易的思路。但是我觉得就方向性来看的话，啊，比较保险的选择就是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一个做破位交易的思路，因为一旦破位，那可能延续。也可能意味着黄金接下来的一个方向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朗，啊，会越来越明朗，这是我对黄金的看法。就目前在1295附近的话，我个人觉得选择观望会比较好一些。啊，当然，如果是切到十五分钟来看的话，啊，我觉得在它还没有破位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清仓的啊，清仓1295低多，然后高空去做一些这种高抛低吸的 scalping 啊 scalping 的交易思路。OK，这个是啊，这个是黄金。每日又走下去。每日走的太急了啊！每日走的太急了。今天也是在小时图当中，我们在。看得更清楚啊，是在30分钟图当中去找到这个每日的高空的入场点是在109.2，但是在跟一棒一样，在108这个地方又开始往下走了。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高空的观测点吧，就这个地方109啊，109点附近，100附近依旧还是每日在日内做空的一个高空的观测点，说的是观测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波下跌，如果它继续回弹上来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去做一些高空的布局，大概是在109这个位置啊，暂时先观测一下啊，这一波下去的不一定会直接就往下去走，不要前低啊，我觉得还是总体来看呢还是有机会的。那每日在操作的一个策略和思路的选择上应该怎么去注意呢？尤其要注意的是每日现在不是多的时候，大家看每日的这个日线结构的一个变化和它的一个 K 线的组合之间的关系的。大型阴线吞没，再吞没，破前低，再次往下吞没。那这个上面显示了一个什么？Falling three methods，熊市延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蜡烛边出现像这样的形态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把红色是这个红色是空啊，红色是这个阴线，红色代表阴线啊，绿色代表阳线。你看，或者是前方依次这样排列起来啊，还有一个阳线啊，像这样的蜡烛的组合，这样子蜡烛的组合说明什么呢？两天的上涨开始出现阴线。阴线过后，第二天开盘在前天的一个二分之一处，对吧？在前天二分之一处，接着再次往下收，收盘于前面两根上涨阳线的下方，出现这样的形态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啊，这个地方讲的，你看它更一点，阴线吞没，3K 反转，啊，这个地方就是3K 反转，那我刚才讲的这个地方就是双 K 反转。双 K 反转，但是如果把这个换成一个绿色的话，这是3K 反转，直到它往下去吞没，那就是一个日线级别的空头继续延续的信号，日线级别空头继续延续的信号。所以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再去交易美日的时候，现在不要因为美元太强，就总想着去抄底它啊，总想着去抄底它。日币现在也不比美元差，就它的从强度上来讲的话。它跟美元是进行相匹配的，甚至是它在这段下跌的过程当中，美元是在走强。大家注意啊，日币从这个地方一路下跌下来，美元实际上是在美指是在一路上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日币要比美元强。美元如此，6月份要加息，
要加息，并且美债价收益率现在又在走高，美元如此强的一个情况下，美日还走出了一个下跌，说明什么？说明日币要比美元要强，起码在近期来看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交易的时候选择逢高做空日币啊，日币不是一个低多的交易的品种。那如果是在如果是在这个四小时当中来观测的话，首先第一有上方压力线的压制，第二有结构的突破啊，第三有低点在不断创新低的一个结果。那与此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在交易的思路上就是反弹之后逢高做空。昨天其实有昨天在我们再去亚盘讲解的时候，其实是有交易机会的啊，就是这个地方破下去，然后回到109。往下去做。那今天的一个观测点的话，我觉得依旧还是在还是在这一块啊，就是我刚才讲的109这个位置啊，反弹上来，大家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观测，然后看有没有好的机会往下去做。这是美元对日币。美加，看看美加，美加是我今天觉得可以做多的一个品种，但是呢，在下午亚盘讲解完结束之后，它走了连续的一个一二三，走了连续3小时的下跌。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段下跌，当它再次往上去回调的时候，就是我们再去讲啊，一个中继形态，如果在什么叫中继形态？中继形态就是在行情走出来以后，你看它是一个中继形态。行情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中继形态，有可能是一段行情的顶部。所以说，美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做多呢？因为四小时已经形成了结构的破位。大家注意啊，美加四小时已经形成了结构的破位，在这个地方上破上去，再拉回。所以说，今天美加依旧是可以关注的一个位置，就是在上边的一个这个中继形态的破位。啊，没关系，这一次下跌你就让它跌一跌啊，让它跌一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让它跌，调整过后走上去，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在1.3040这个地方破位拉回之后买入啊，交易的思路还是不变，就是破位之后逢低买入，好吧？目前来看是再次走到了1.30这个关卡，美元对加币再次走到1.30。1.30，1.30，先观望吧，先看一看吧。我觉得还暂时不要入场啊，我比较倾向于是破位入场，好吧？等一下这个地方的反弹，因为是前面的一个整数关卡，那1.30，同时也是前方的一个支柱互换的结构关卡支撑互换结构。啊，等待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走下来，点刺一下，反弹上去，把这个延续下来。一旦它看见它破掉1.30，你就在这个地方挂单啊，挂单入场，破位去做多美元的加啊，破位去做多美加。好吧，暂时来看的话，我觉得先还得等一等啊，等一等，因为这个地方走下来了，说明在1.03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买单，就是高空的啊，在这个地方去这个看多的一些机构啊，还愿意再把价格打下来，去接一些地方再次拉升上来啊，所以说我觉得先等一下啊，美加先暂时等一下，这个位置先不去多它，也不去空它，好吧，不去空它。整体来讲，我觉得美加还是偏向于逢高破位买入。对，逢高破位买入。欧镑，好，我们来看看欧镑。欧镑，哎。其实，欧镑在前天亚洲盘的时候，我们是在
我是在这个地方空了一次啊，空了一次走下来了。那今天其实在亚盘的时候也是准备让大家去在这个地方挂单去多的，在0.868690挂单去多的，但是它没有走到。没有走到这个位置就跑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欧鲍，总体来讲还是相对短期之内就是相对来说偏多一些，相对来说偏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好的入场点，我觉得欧鲍的话，有点可惜，这个地方没有去挂到，这个地方没有去挂到。看一看在。我觉得先等一等吧。欧镑的话，你看，它总体还是在一个这个通道内在走啊。你看，它总体还是在这个通道内在走的，并没有形成强烈的上坡或者下坡。那接下来欧镑的一个高空的观测点呢？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不要空啊，这个位置不要空。我觉得高空的话，你要等到它去到0.87850。注意啊，0.87850接近这一段下跌趋势的上边缘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去高空欧镑。这个位置是其实是走在了通道内的一个中间价格，在这个中间价格它上涨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我不建议在这地方去追多，好吧？多的话，我尽量的让大家选择在这些地方去多啊。如果是走下去回调下来，在这些地方去多，再走上来回调到这儿再去空。按照这样的节奏来做，它会比较好一些，在通道之内去把握那些极限的位置啊，去做交易会好一些。我们之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去，当时是根据蝴蝶形态做的啊，也有通道的一个，就在这个地方一路破下来，走到最低点。那今天的一个欧鲍的一个这个预备跟大家讲的一个入场点呢，也是在下方，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就形成了一些停滞往上去走了，所以说我觉得多就不再多了，你要么就多就多在低点，空就空在高点，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让它再往上走一些，走到刚才讲的这个位置，然后再看有没有一些交易的机会，好吧？所以说我觉得欧镑，现在的价格是0.78750到0.8880，还有100多个点啊，等它还往上走一些，我们再考虑去空它，不再去多它。OK， 来看看纽约。纽日现在是走到了昨天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4小时当中也是一个知足互换位置。我们先看看日线图，日线图的纽日，你看它还是在昨天的一个覆盖范围之内。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模型，什么模型呢？就是当某一个价格啊，来再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这个地方走下来，砰砰砰破位下去。好，我们再把 K 线加入到这个形态当中来去做分析，把 K 线加入进来。如果这个地方是啊，我就拿这个来做演示吧，就拿这个来做演示。破位下去，好，大家要注意啊，像这种情况我们要观测它破位当天的那一根 K 线，如果是吞没下行的话，如果类似于这种 K 线吞没下行的话，要注意回抽到下一步关键结构破位，吞没下行，回抽到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内 K 啊。内 K 的。回归到内 K 的1/2处，其实就是做空交易的好的点位，做空交易的好的点位。所以说纽日怎么看它呢？我觉得纽日在交易的思路上依旧还是要选择逢高做空它，但是为什么不是现在进？我们下午讲了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纽币现在走得太强，纽币走得太强了。我们来看看纽币啊，你看纽币还在单边的反弹上行，在小时图当中形成蝴蝶形态之后，
小时图当中形成蝴蝶形态之后，走了一波非常大幅的上涨。那为什么现在暂时不空柳日呢？因为我们需要等的是等柳币的这一波上涨，等它停滞下来。它上涨的下一个目标大概是在下一个，就这个蝴蝶形态的下一个目标大概就会是在0.6960附近啊，在这个上方，在这块区域附近。所以说，当它涨到这个地方，并且形成一些停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切入到柳日的交易。所以说，柳日它会受到来自于柳币的一个上涨的影响。那现在来看，这个地方在4小时当中，我们刚才分析了日线，对吧？日线是回到了内 K 的二分之一处。所以说，按照平常的交易的思路来讲，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挂单二分之一处入场，止损于前边 K 线前高，应该是执行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思路。你看，应该是这样子做啊，应该是这样子做。我告诉大家方法。告诉大家方法，止损51个点啊，目标就看在前低，应该是这样子来做。但是由于柳币走得太强，柳币的没有形成停滞，在柳日的交易上应该要稍微保守并且谨慎一些，不排除这个地方4小时你看又形成了一个止损换。那如果是构成二次试探，在此形成一个 double top，形成双顶，然后再去空它，会比在现在这个价格进，并且是在柳币还在强势发力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去进要好一些，并且是要好得多。OK，要好得多。所以说，我觉得柳币柳日的一个未来接下来的一个观测点啊，就是在75.40这块区域，大家做一些观测。但是我个人认为，保守一点的选择，现价暂时不要进，等柳币的上涨停滞一些，我们再考虑去空柳日。有同学说，英镑有没有蝴蝶形态？刚才看了，英镑有蝴蝶形态啊。那英镑其实是有蝴蝶形态的啊。首先是30分钟里面的蓝色的小蝴蝶形态啊，30分钟里面小的蝴蝶形态，再是1小时红色的大的蝴蝶形态。那在它还没有下破之前，挂单还是依旧可以保持。如果下去的话，啊，如果下去挂单就取消。另外的话，如果这一波上涨回调，那英镑如果是，大家注意啊，英镑如果这样子走，这一波下破下去，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交易机会了呢？不是啊，有交易机会，交易机会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亮一些。哎，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你看，英镑短线之内的一个嵌套。OK，那所以说，英镑呢，如果它这个地方走下去，破位下去啊，破位下去，挂单取消，那接下来再1.32、1.32、1.25附近考虑低多，考虑低多。所以说，无论它在这个地方怎么去变化，反之在这个中间，我就不去交易它的。哎，除非你能发现，在刚才我讲的就是30分钟当中，如果能捕捉到这个蝴蝶形态的话，去做空它也非常不错。但是如果做没有发现这个蝴蝶形态，那高空的一个价格，如果在这个地方形成破位，先把它取消掉，接下来等待。1.32、1.25附近考虑买入英镑，一多一空，一多一空，一多一空这样去做，好吧？所以说英镑其实是有很多蝴蝶形态的，不是没有啊。大家如果学习过蝴蝶形态，并且把它使用各个周期当中去进行分析、去进行寻找、去进行鉴定的话，你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好的蝴蝶形态啊，比如说刚才讲的柳币。这个网络太，应该不是网络的问题了，不是我自己网络的问题，应该是这个网站的问题。啊，比如说纽币，一二三，还有一个更大的，更大的话，我们入场点会更低一些，更大的入场点可能会在啊还二次下破，二次下破。所以说，我觉得，牛币的话，
纽币的话，如果这一次今天上涨上去的话，可能会不会回到这个0.68447这个位置了，可能会就涨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纽币如果看它今天的一个看它今天的一个表现，今天如果表现比较强势的话，我觉得明天我们会在明天直接去买入它啊，买入它。这一波上涨从时间上来讲，从时间周期上来讲，已经到了差不多6月底，不，差不多5月底到6月份的样子。啊，这段下跌，这段上涨，这段下跌，我们仔细去看纽币它的一个时间周期的规律，会发现很有意思，几乎都是3个月的上涨，3个月的下跌。从时间周期上来讲呢，这个地方也是到了啊，到了。所以说纽币不排除我们近期会切入到它的一个多单交易当中去。这是日线级别的分析，目前来看的话，看它今天的一个啊，看它今天的一个蜡烛的收线状，看它今天收线状。好吧，暂时先做观望，这也是为什么不让大家暂时不让大家去空牛日的一个原因。空加日啊，我们看看加日。好，大家现在可以提问，给大家5到10分钟去提问啊，看看加日。加日好像不太好，加日好像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去做空。我觉得加日这一波回调，从日线上来看的话，你看，起码得等到它回调到二分之一的位置，二分之一大概是在73.75啊，83.75，内 K 一样的啊，是内 K，回到内 K 位置。回到那 K 位置，再考虑去高空它。整体思路高空没有变啊，加日你看从这个地方，啪啪啪啪啪破位前低，再次吞没下去，空头走势没有完结，空头走势没有结束。加日之所以上涨，因为加币刚才走了一波回调，回调到1.2928了啊，1.2990附近，就是1.30附近，受到一些影响开始回撤。那一旦加币又开始贬值的时候，又会出现下破，那么加日的一个高空的交易机会可能就会在84附近出现。等它这一波回调还没有走完，我个人认为还没有走完，等它再往上回调一些，再去空加日。大家注意我讲的一些位置，因为我们欧洲盘和亚洲盘讲解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所以说在这1个小时之内去捕捉到具体的点位，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现在讲解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就让大家现在去做。但是这种情况通常来讲，更多的交易机会它可能会出现在盘后，比如说在消息面比较波动比较剧烈的一个盘后，像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时间。所以说讲的一些点位，大家要注意记下来，让大家在盘后去做观测。那个地方到达那个点位之后，大家可以如果不太敢进的话，或者不太确定的话，提前可以跟老师沟通啊，提前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然后呢，大家在交易方面有什么问题，那也可以跟小助记下时间啊，咱们在晚上可以面对面的去进行一些交流，一对一的跟大家进行指导，有问题啊，把它及时的解决，这样子比大家自己在交易当中用真金实弹去进行一个学习要快捷得多。好吧，这个是加日啊，我觉得还等待它往上反弹一些，先暂时先不要去空，高空没有问题，思路没有问题，高空没有问题。啊，没有讲原油，我们来看看原油啊。欧镑其实蛮可惜，没挂到了，我把它取消掉算了。要取消掉。等吧，等我刚才讲的这个位置吧，等我的这个87.85这个位置吧，好吧，欧镑啊，还是这个位置就不追多了啊，追多上面空间已经没多少了。我觉得选低选择高空啊，选择高空会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欧镑，来看看原油。是 WTI 吗？今天没有带单了，今天没有带单，今天亚盘、欧盘都没有带单。
有同学问说今天有没有带单，今天没有带单，今天是有挂单，但是没成交啊，这个英镑的挂单没有成交，没有带单。OK，好，那看看原油啊，原油目前是在走一个回调行情啊，目前是在走一个回调行情，并且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底结构的形成。那现在来看这个中继形态似乎还在，我个人觉得原油只要是在前天的一个高点，大家注意看，在这个67.33。这个高点没有办法被突破的话，它还是会走下去。所以说，单就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原油去做破位的空单，破哪个位呢？破掉66.30，也就是这个中继形态，等它破位下去，我觉得原油就可以空单的交易机会就来了。啊，等它破位回抽回来，往下去做。昨天晚上其实有一次比较好的，这个原油的短线啊，就是在67附近做空。67附近做空，在这个位置去做空的一个短线交易机会。那昨天晚上有个同学刚跟同学通完话的时候就去聊到过这个原油的一个，你看。蝴蝶形态大概是在67.32这个地方短线做空原油，但今天来看的话，它这一波上涨走的有一些急促，这一波上涨有一些急促，我觉得只要是前期激进一些的策略，就是这个地方前期高点没办法被突破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选择高空啊，依旧还是在67这个位置选择高空。那如果被突破上去的话，大家先暂时不要动，它或许是假突破，然后再往下走。原油整体的一个空头格局还没有改变。啊，我个人比较更加倾向于就是在小时图当中做一个破位这个底部，你看这个底部形态，这个底部结构，然后拉回，再往下去做的交易，比较倾向于做破位的原油的空单啊。激进一些的同学呢，今天的观测点啊，依旧还是在67.30附近，好吧？我不太认为现在原油就开始走一波啊，就是从这个72一路下跌到66的一个整体的下跌。现在开始在这个地方反弹啊，我个人目前还是相对保留的意见，所以说我不太建议去低多原油，反倒建议高空或者破空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操作思路和策略。好，那今天的一个欧洲盘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了。祝各位投资人交易愉快，晚安！明天下午亚洲盘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